为法师慈悲，居士大德吉祥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高僧传讲述安世高大师中土禅观的首传人，大约于公元二世纪初叶，地处亚洲西部伊朗高原上的伊朗古国，这时已进入了安息王朝的后期。安息王朝自阿萨西斯于公元前247年建立起，到公元228年最后一个国王阿塔瓦斯德斯被新兴的萨珊王朝促使，在这四个世纪当中一直是在战争中度过。外战完了就内讧，内讧还没有停止，又要去对付外来的敌人。开始是与萨留古王朝争斗，后来与罗马战争打得难舍难分，定了合约又毁了合约，好像不打仗是过不了日子一般。双方订约时总是信誓旦旦，而毁约时却又嬉皮笑脸，所以战争有时也如同儿戏。罗马王朝一时兴起，至和平协定于脑后，挥金直入安息邻国，所以战旗在安息的土地上飘扬，安息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快马奔驰，军情急报，一战接一战，直到王城。王宫里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警钟，军营里铁骑兵、重骑兵、轻骑兵纷纷各就各位，严阵以待，只等国王一声令下。国王愤怒了，为罗马王朝的背信弃义决定出征。出征之前，国王把王权暂交其弟代管，因为他喜爱的王子尚未成年。这位王子就是安息王子安世高。有一天，安世高在书房看佛经，正看得入迷，就听到了一阵急剧的警钟声，他知道父王又要出征了。至安世高懂事起，就听到过好多次这样的警钟响了。每一次父王都亲自挂帅，打仗有输有赢。然而输也好，赢也罢，在安世高看来都一样沉重。毕竟战争对交战国双方的统治者来说是有输赢之分，而对黎民百姓来说则永远是灾难。硝烟摧毁了他们的家园，夺走了他们的亲人，战争留给他们的是泪水和屈辱，是流离失所和痛苦绝望。人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奋斗，和自然界竞争，和凶猛的野兽也是竞争，这是为了生存。而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生存吗？不，这样的生存太残忍了，为了一部分人的快乐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，这样人类的宽容在哪里？人类的仁慈在哪里？人类的大爱又在哪里？安世高无可奈何地站起身，准备去给父王送行。父王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啊，父王又要出征了，父王不在宫中的时候，你可要听王叔与母后的话，不要做一些使父王失望的事。安世高向父亲叩首，儿臣谨记父王的话，
父王远征在外，山高路远，请父王多多保重。”国王满意的摸了一下安世高的头，走出书房。安世高也目送父亲率领部队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之中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。安世高与佛有缘，他出生那一天，王宫的御花园所有水池中的莲花都开了，朵朵硕大奇艳，馨香无比。国王心生大悦，以为吉祥之兆，王位继承有人，王朝必将越来越兴旺。国王为安世高请来了国内最有名的教师，有文的，有武的，有医的，有谱的，乃至阴阳历学、天文地理、奇方艺术等，无不兼备。国王深知治理国家有勇无谋不行，有谋无勇也不行，非得文武双全，勇谋兼得。他要为安喜王朝造就一代英明君主，他有这个信心。安世高小小年纪悟性极高，什么事一点就通，常人觉得很难的事，在他看来犹如拨云见日，一清二楚。当然安世高与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同样是玩，别的孩子为玩而玩，玩过就算了，而他并不是如此，他也会玩，玩得开心，很投入。譬如和鸟一起玩，他就想鸟给人逗乐，悦人耳目，终日叫个不停，说个不休，那他们一定是在讲话吗？说什么话呢？为什么人就听不懂鸟语呢？总是有人听得懂鸟语吧，有人懂，安世高就不厌其烦地学听模仿，不多时他便能懂鸟语了。他对什么事都这样认真，这样的好学，这样有兴趣，这样爱思考，故在同龄的孩子当中，安世高是出类拔萃，鹤立鸡群。安世高的老师们教了安世高一段年月，渐感力不能带了，因为这位王子不仅勤奋好学，而且悟性惊人，凡事均能举一反三，出类旁通。国王为了使安世高更上一层楼，就在全国上下物色高人。其中有一位，这位叫做毕露兹，年逾古稀，须发已经都白了，但是面色红润，身若红棕，行走便捷，过处生风。几次他到过中土，中土即是中国，对中国的古老文化、风土民情、山川形貌都非常的通晓，人称中土通。加上他对七浊五行、一方艺术无不重达，国王就看中他，正是中土通的特点。因为国王对中土怀有浓厚的兴趣，和中土有贸易的往来，希望安世高能够跳出本土，转向中土，多了解中土的情况，为今后打基础。其实毕露兹的真实身份国王并不了解，安世高只知道他来自安息东界的目录，就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城，是个笃信佛教的在家居士。尽管他有头发，并不是僧人，但他已经有一颗虔诚的心奉献给佛祖。毕露兹被聘任为安世高的清教师，因为毕露兹以前曾随着商队到都城泰西峰从事东土贩来的丝绸生意。毕露兹在做生意时无非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随时随地要弘扬佛法。当然弘扬佛法同农民播种谷子的道理也是相仿的，就是收割时总是有风有欠。
所以呢，有一天他就闲来无事，做完生意到一家茶楼喝茶。在茶楼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的新闻发布哈，各路的人呐、来来往往啊，就会有些消息啊，大家互相共通有无。所以毕露之就在那里听到了国王为王子安世高招聘老师的消息。他在目录时就已经听说过，当今国王有一个王子，奇俊异常，聪慧过人，所请之师均不如王子。所以听说国王欲聘高明之士，他自知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自己虽高明不到哪里，他就跃跃欲试啊，能够目睹了当今王子安世高的风采，不亦是人生的快事？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他就席缘哈，就去觐见国王。国王看到毕露之是来自中土，知道他是中土通，就心里欢喜不已。所以国王就要求毕露之介绍中土的情况。那毕露之呢，经国王同意后呢，他就态度从容，语气盎然，为国王滔滔不绝地说起中土的情况。毕露之就说到了汉武帝是个英明的君王，于公元前138年、公元前115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开辟了丝绸之路，增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。汉武帝是个注重取各国之长，以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人，所以汉武帝在长安西面的上林苑修了一座别致的离宫，然后离宫呢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。上林苑里有养着狮子、孔雀、大象、骆驼、汗血马和成群的其他珍奇异兽。毕露之所说的许多事情，国王是闻所未闻，所以毕露之还没有说完，国王就高兴地打断他的话说：好，好，好，讲得好。毕露之，你不愧是个中土通，从今天起就留在宫里教授王子吧。待毕露之第一次见到安世高时，禁不住内心的讶异，这王子小小的少年，面如满月，双目明亮，透出仁和温慈之光，未成熟的身材已显玉树临风之姿。安世高见了毕露之也是面带了微笑，直礼谦恭。毕露之十分欣喜，一见如故，十分投缘。就这样，安世高就多了一位佛学导师。因为佛教传入伊朗，大概是在印度阿育王时期，就是公元前272年至232年时期，至弥兰王就是前160年至135年时期有了发展。过去安息领土的地区，佛教的活动很少见。安息王朝统治时期的宗教是崇奉祖先、崇奉太阳、崇奉月亮，以及崇奉希腊诸神混合起来的索罗亚斯德教，也就是仙教。尽管安息王朝尚未确立仙教的国教地位，但安息国王和伊朗人都是仙教徒。安息王朝实行宗教的宽容政策，上流社会和妇女大都采用散族的名字，男子用希腊名字，穿东方服装，祭祀东方的神祇，成立犹太教神庙、基督教堂、希腊神庙、散族神庙和仙教神庙并存，但是并没有佛教寺院的一席之地。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继续存在，以对太阳神崇拜最为突出。安世高的周围没有一个正式的佛教徒，虽然王宫的藏书楼中有不少的佛教经典，因为忙于应付各个教师的学业，少有闲暇去翻阅。现在有了毕露之这一位佛学领路人，真像是农夫将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，
粗壮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佛海浩瀚无边，安世高一经深入，并有如鱼入水之感。如蝉食觞，吃进去的是叶，吐出来的是诗。安世高就像一枚快乐的小蝉，在佛祖的巨大掌心中蚕食着智慧之果，生物进去又化解出来。安世高的领悟令毗卢遮赞叹不已，他像一个农夫感到了丰收的喜悦，他知道都城之中也唯此一块高余之地，其他都贫瘠不堪，即便播下去也是处处欠收的。安世高游心佛海的事是在国王出征之前，并不为人所知。国王上前线打仗去了，毗卢遮与安世高在佛学上的研习由暗处转到明处，这倒不是说他们见国王不在就胆大包天无视王法，而是佛法无边，总要在一定的时候放射出光芒来。在后来不久，在毗卢遮在教导安世高，然后呢也影响了一些人，既有了不少的佛教的信奉者。佛教奉行不杀生、以慈悲为怀等思想，对于厌倦了战争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帖清心剂。几个月之后，国王率军凯旋回归了，王宫的内外鼓乐喧天，照常举行庆功宴。庆功宴之后，国王听取其弟汇报出征期间宫廷内的具体情况。国王的弟弟就是安世高的叔父。国王的弟弟就是安世高的叔叔，就向国王汇报宫廷内的其他情况一切正常，只是王子信佛之事比较麻烦。他就把国王出征期间王子是如何跟随毗卢遮学习佛学，如何在宫中进行佛教活动等详细情况说了一遍。国王听了就勃然大怒，原以为毗卢遮只是中土通而已，谁知居然是一个佛教徒，越想越气，恨不得马上把毗卢遮抓来啊，就是来审问。继而一想，倒不如把安世高叫来问个清楚，再做打算。安世高是国王喜爱的王子，这段日子在外的征战，国王也不时想念着这个宝贝儿子。要不是王叔那番话讲在前头，他一定会这个欢喜抱着儿子啊。然后眼下呢，他只好压下心头之火，温和地跟安世高说啊，父王出征的日子，你从毗卢遮那儿学到了哪些中土方面的知识呢？说来给父王听听。然后安世高呢非常欢喜，他与毗卢遮相处的日子一有空就打听中土的事情，那毗卢遮也毫不保留，所以在毗卢遮的影响下，安世高几乎已经成了半个中土通了。安世高就把毗卢遮所教的、他所学到的有关中土方面的情况详细的讲给父王听。父王从毗卢遮那儿所听到的也从未所闻，所以呢国王就大喜，他就再问，你可晓得中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孙子吗？那安世高他就说知道，因为孙子写了一部兵书叫《孙子兵法》，内有作战、谋攻、兵行、军事、虚实、军争、九变、行军、地形、九地、火攻、用间等篇，历来称为兵法书，为兵家所推崇。安世高说的头头是道，那国王就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说他手上正好有此书，叫安世高有空时要翻翻，以后啊为未来打仗时用得着。安世高一听他头就大了，这种书说说是可以的，怎么拿来活学活用？那父王呢就告诉他，哪个江山不是打出来的，哪个国王不是九死一生，你不去夺人家的土地，
人家就要来夺你的领土。你不去取人家的首级，人家就要来割你的头颅。你不把别人赶下台，谁也不会来强迫你当国王的。就是当了国王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晚上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，否则一个不小心王位被人抢走了，严重一点的可能是脑袋搬家。安世高常想，这样的国王有什么意思呢？整天为了私利争权夺位，不能造福于民，这本身就失去当国王的意义。这时的安世高已深知释迦牟尼佛的四谛八正道的精义，他觉得一个国王无论多么英明，其福泽与恩赐也不过是一国大小的范围，岂能普济万民？只有佛法是无量的、无边的，才能普降法语，普度众生。国王指定要安世高继承王位，所有的王子当中，安世高最称其心，无论品德学识都无从挑剔。有一天，国王拿了《孙子兵法》到安世高的书房要他看，进去时见他投入的在看一本书，安世高也没有发觉国王已经进到书房。国王凑进去过去一看，这是一本佛典，在梵世四周还发现其他一些佛教的经典，想必都是毗卢遮带进来的。国王就很生气，想不到毗卢遮居然把安世高的书房变成佛堂了。安世高被父王的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，不知道父亲发的是哪一桩火。国王就对侍从说，快去把毗卢遮找来。那安世高就说，请父王息怒，老师早已走远了。的确，毗卢遮在国王凯旋的前一天，他就悄然离开了王宫，也没跟安世高道别，只留给他两个字，佛祖。提前离开正是毗卢遮的高明之处，否则就大祸临头了。国王一听毗卢遮走远就罢了，既然走了就好，只要安世高从此不理佛学，就过往不咎。这次聘请毗卢遮来任教，就算是买了一回教训吧。从此国王就专门派人叮嘱安世高，不允许他再碰佛典，书房里陈列的那些佛教经典通通收走，并且不时给他灌输仙教的思想和精神。每次去仙教的神庙，即使都带着安世高，他要让安世高在仙教教义的熏陶下洗刷旧我，成就另一番面貌。可是一条曾在大海里畅游过的鱼儿，纵然皆被人抓回放在脸盆里养着，那会感到多么的狭窄气闷。曾有过的那种自如无外的感觉被抽走一空，安世高就感受到每天是苦闷空虚铺天盖地。后来就整天面对孙子兵法，国王要他好好研究研究，如何才能置敌人于死地，如何才能使自己百战不殆，如何使王位永不旁落，如何使江山永不褪色。安世高觉得父王的勉励啊，简直在编织神话。佛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而父王热衷于权力，热衷于王位，热衷于战争，热衷于欲望，贪嗜虚名而不学道，忘功劳行，终有何益？安世高的王叔是深知安世高心思，他总在适当的时候给安世高一些劝慰。既然身为王子，就得思虑国之大任，闲暇之际再翻翻佛典不为过。只是佛学与他毕竟是旁涉，不能拿他当作正经事来做，而仙教才是他理该修习的经典。将来当了国王，治理天下，所要做的千秋大业，总不能靠佛典啊，还得靠仙教。对于王叔的劝告，安世高采取温和的态度，既不当面接受，也不当面反对。毕竟王叔在安世高眼里是一个很好的长辈，
为人温厚有礼，做事中规中矩，颇有君子风范。况且每次国王在批评安世高的时候，王叔总在旁边护着他，为他说话。自从跟随毕露兹学习后，安世高渐渐地融入了佛学大海里，但是却使王后产生一些不安。他曾劝过安世高，叫他少接触佛教，多诵习仙教的经典，否则父王知道了要生气。按常规，王后的话安世高都听的，唯独这一次，安世高对母后一个歉意的笑容后，仍然沉浸在佛海里。王后也没往深处想，只当安世高一时兴趣所致，过些时日自会逆反的，所以也就不再过问了。因为介绍这些前言很重要，其实安世高因为学佛以后，他就深入在法海里研习佛典。那但是呢，国王要他学《孙子兵法》，所以安世高也是要顺从国王的劝诫，所以他每天虽然一样要学《孙子兵法》，可是总是闷闷不乐。有一天呢，安世高就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就充斥着屠杀的场面，心如刀绞，泪雨纷坠。早知打擂是这样的一副景象，他其实产生很大的这种非常的一个挫败感。所以后来啊，有一天他就是起床后啊，因为他有闻鸡起舞的习惯，不论寒暑，不论春秋，大概有一个时辰的光景，他练了剑以后呢，天色渐明，他就呢往天上看，天上有响声，抬头望去啊，只见了数十只的大雁，忽而一字形的排列，忽而人字形的飞翔，不觉他心为之一动，自言自语地说啊，雁居高空，自由飞翔，我身虽贵，却远不如这飞雁，真想离开王宫深院，随着雁群到那无极的世界周游。佛当忘我的安世高完全沉浸在大雁带给他的遐思当中，根本没有发觉父王早已经站在他的身后。他听了安世高的这番话，十分担心，就顺借道：雁虽高飞，却无鸿志，你身为太子，将为国之君王，怎么可以只显雁的远飞，不思量自身的重任。安世高见父王说话，马上回过神，未免父王不悦，他向父王说：请父王恕罪，儿臣一时疏忽，说话不知轻重。国王再次强调安世高是王位的继承人，希望他今后多花时间在政务上面，不要一天到晚的悲天悯人，温和慈爱，这个样子如何当得了国王？王者威也，只有威才能服众。不要像王叔性情温驯，主张以人治天下，这个世界岂是一个人治所能治得了呢？你以人去感化人家，人家还以为你是疯子。安世高想，王叔的主张其实是很不错的，总比人家蛮横强暴来得好。倘若大家都不讲人不讲义，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呢？人人自危，处处防他人，多累多乏味。有一天，安世高又想起了那高飞的大雁，多么自在，那么的快乐，生而为雁，何等幸福。他想像大雁一样万里飞行，无奈鸿门深深深似海。人常说入王家易，出侯门难，虽然身为贵子，锦衣玉食，万人仰慕，其实心如牢狱。王宫浩阔，王宫又何其的狭小，说它浩阔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说它狭小，
他容不下安世高的一颗心，宫廷永远是是非之地、请杂之地、争夺之所、留学之所，这种种安世高看得多了，越看越多，就越觉得肮脏乏味。人生若云烟耳，转眼即逝，何苦要贪世间的虚名而忘功劳行，可悲可怜。有一天他又看到了秋雁从安世高所处的那房间前飞过，叫声沥沥，恰是雁过也，正伤心。而安世高呢，并不感到特别难受，他坚信总有一天他会像大雁一样飞到无垠的世界去周游。每当安世高意念佛陀的时候，脸上露出了罕有的安详神态。关在房子里又有何妨，在佛祖的怀抱里，处处无门，处处门。国王在一次的战斗中胸口受重伤，每每遇到不顺畅的事，必会旧创腹痛。好在宫中的御医随侍在侧，服几帖药也就过去了。但这次与往常明显不同，剧痛一阵仅是一阵，无有间歇。国王的额头上就渗出了痘般的汗珠，脸色灰暗，神情虚弱。国王因为将安世高禁闭，不准他外出，然后呢，王后又忧心这个国王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所以也是每天其实深锁啊，这个重眉深锁。那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啊，有个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叫做巴可路斯，公开扬言要当国王。说什么呢？王叔不能当国王，只能当君子。安世高不想当国王，只愿当和尚。那么这个国王舍他其谁？就是有一位国王的同父异母啊，叫做巴可路斯，想要当国王。国王啊，看着他嚣张的气焰，怒不可遏啊，血气上涨，所以啊，原来的旧伤啊，胸口之痛啊，真挚十分啊，他就昏迷过去了。清醒后的国王啊，在床前就看到王后、王叔、御医贴身侍臣，唯独不见安世高。然后呢，国王呢就希望呢安世高来见他。那一晚，安世高就在父王的呻吟和咳嗽中度过。东方呢泛白的时候，国王才安静的睡了。后来国王就握着安世高的双手，醒过来以后，他握着安世高的双手，他就抚摸着安世高的头啊，父王不久于人世啊，我倒不是惧怕死。凡物有生必有死，人也一样，谁也休想逃过这一劫。父王只担心你啊。说完，国王的胸口又是一阵紧痛，额上的汗珠就滚落在安世高的手里。为免父王不悦，减轻父王的病痛，安世高就答应父王继承王位。国王呢，才露出了欣然的笑容。尽管呢胸口痛，国王脸上的笑容使他的整个人舒扬开来，脸色也红润了。可是安世高看了父王的脸色，不禁心里一沉，此非吉祥之兆。哦，那就有一天在这个浓黑的乌云啊，在浮泛在王宫的上空，一如夜幕降临，闪电啊。雷雨声响彻云霄的时候，好雨请住。因为呢，国王啊就驾崩了啊，那王宫就开始啊忙乱起来。死是整个人类的必然过程，然人们无法像面对生一样的面对它。王舅就停在王宫正殿的龙榻之上。自王后、太子、公主们、大臣们、侍卫们及众多的仙教徒等，面对王舅就无不痛哭失声。尤其是王后，冲过去以头急救，肝肠寸裂，
简直要跟国王殉葬。那人们的脸上呢，悲痛的难禁啊，泪流如雨。唯独安世高没有流泪，坦然一如往昔面对王舅，他双手合十，盘腿静坐，就像在平常日子里他静坐的那样。此刻他那方正而饱满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博大的慈悲和心有的宁静，如雨的庆声渐渐的远去，而贯耳的哭声渐渐的听不见。他仿佛看见父王正走在通向净土的路上，向他以手微笑。后来安世高如入浑然忘我之境，数天不吃不睡，却依然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人们莫不称奇。国王往生以后，安世高就按照了父王生前的意愿继承了王位。大多数的大臣都是看着安世高长大，亦都深知他的仁慈与睿智，故面对这位刚上任的国王莫不称服。当然也有不服气的人，那就是同父异母，国王的同父异母巴可路斯以及他的同党。巴可路斯为人奸诈，无容人之量，野心极大。国王病重之际，他就盘算着国王死后的一切，原以为安世高是不会即位的。国王在世时，安世高不过为了使国王高兴随口说说，谁知他真的有模有样当起国王了。巴可路斯不安甚至愤恨，他梦寐以求的王冠就这样失去了，如今却戴在安世高的头上。而且他看到安世高非但没有厌倦王位之迹象，而且十分热衷。国王宝座一坐上呢，就开始体恤民众，轻闲情怨小人，赏罚分明，丝毫不爽，举国上下莫不拥戴。安世高是躺淡淡，巴可路斯呢是长戚戚，所以呢巴可路斯就发狠心了，要除掉安世高。巴可路斯不断地寻找机会。安息是个盛产葡萄的国家，每年的葡萄季节，安息的百姓必将葡萄酿制成葡萄美酒，贡献给国王和王公大臣。巴可路斯收到第一瓶葡萄美酒时，便想到要除掉安世高的机会了，因为安世高是不嗜酒的哦。那因为是巴可路斯呢，在自己的花园摆了一桌宴席，请安世高喝酒。那因为巴可路斯是安世高的长辈，不去赴宴反显得不服人情，倒不如答应他，看看巴可路斯又要做什么文章。后安世高就来到了这个巴可路斯的花园啊，一坐到桌前啊，这个安世高端起杯子啊，就喝了一小口，就品尝了葡萄美酒啊。那巴可路斯就想，安世高啊，安世高，如此的美酒啊，你既然嫌苦，你不知道更苦的东西尚在后面。因为安世高有回应他，酒味虽美，却是百姓血汗酿成，甘中有苦啊。那其实安世高转头呢，在浏览花园的时候，巴可路斯啊将一包毒药倒入安世高的杯内。安世高回过头来端起酒杯刚要喝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一条小虫就掉在安世高的手端着酒杯的手背上。安世高就将它轻轻地扶回地上，唯恐伤到这一只小虫，却不慎将酒杯一同扶落了，所以呢杯脆片片，酒溢处处，满地飘香。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再喝到那一杯酒啊，之前只是品尝一口，可是他说这个酒的味道是甘中有苦。后来呢巴可路斯就放了一包毒药，后来就遇到了一只小虫掉地上，杯子也就杯碎片片啊。那这一段我为什么要详细的讲，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后来让这个安世高啊就心就想说我要避祸出走了，他要离开了，所以这个过程都要告诉大家会更清楚。巴可路斯呢又与迅雷不及掩耳啊，又再次将毒药和进了酒里，准备要将酒杯要再端给安世高，心想这一次呢这杯酒就会在百日之内让你去见阎王。
阿士高恭敬的接过，看着杯内之酒，色泽亮美，香气扑鼻，赞叹道：“真是好酒。”羊头就要喝的时候，恰巧呢，又头上飞过一只燕子，张口叫时，将衔来做窝的口中之泥就掉落下来，不偏不倚就落在安士高的杯内。酒中的泥迅速的融化在酒里，清纯的酒顿时变得浑浊不堪，不能再饮了。巴克路斯呢，就暗暗的诅咒这只该死的燕子，表面上却装出欣然的颜色，说这酒喝不了了，再换一杯。仿效前一次做法，毒药又放在安士高的杯内。那安士高呢，就悠然地端起杯子，就欣赏了一番酒色，就把这个酒就送入到喉咙了，就喝了。那巴克路斯就狂喜啊，想象不久以后啊，安士高一命归因啊，因为100天过去了，安士高安然无恙，难道放进酒内的不是毒药吗？不是毒药，是一种叫做百日稻的毒药，就是喝下它，没有人能活过100天。百日之内一定会到阎罗殿去报道。然而安士高依然好好的当着国王，大臣们依然无限的爱到他，百姓们依然无限的拥护。巴可路斯就觉得，哎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巴可路斯的为人，安士高十分了解，故而与他交往，安士高总是12万分的小心。巴可路斯放毒药的举动，自以为望无一失。其实安士高早就发现了，所以趁巴克鲁斯放毒药之际，他早已将解药放进了口内，借着唾液和解药一起淹入肚内，所以呢，他方可从容地喝下一杯毒酒。就因此呢，因为他已经先吃解药在口内，所以可以就把他解这个毒啊，所以他至今就健康如初。安士高深感投身在帝王之家，更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啊。宫廷里永远是名位权势纠来缠去，无休无止，到头来又能得到什么呢？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，都已走进权方的历史之中，只留下一片废墟。即便这片废墟也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消失乃至淹没。这个前言讲很长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故事过程，所以跟大家交代的比较多。